另外有同学问，就自己在道场修学，父母不信佛，起烦恼，请问法师，应继续留下来，还是回家瞒父母的愿，该如何是好？这一桩事情，要看实际上的状况。要细心观察你家人的根性。你要有善巧方便，帮助家人学佛。你学佛是好事情，为什么你家里人不相信会起烦恼呢？大概你学的不如法，你家里人在起烦恼啊。你学佛学得很如法，你家里人应当欢喜才对啊。佛法是智慧呀。可能你智慧没有开，你很执着。你自己学了佛了，其实也未必完全通达。在家里面，可能就看家人不学佛，看得不习惯，你们天天造业，将来要堕落。你家里人听到，当然难过，当然不舒服啊。那你吃长素了，家里人还吃肉，哎呀，你们吃众生肉，将来要还债的，你不是完全得罪人吗？这一家怎么能处得好呢？这个就没有智慧呀。真正学佛明白道理了，跟家人相处要处得更好。真正懂得了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让一家人看到你很可爱，你比从前还好。他就要问你，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好？学佛学来的，他就不反对了。必须要以身作则，要做出榜样出来给人看啊，让人家看到欢喜，你家里人就会相信。学佛的人绝对没有烦恼，生活愉快、安详，庄重又活泼。你说谁看到不欢喜？心地清净、慈悲、真诚。你果然真正学佛，我相信你的家亲眷属、你的朋友、邻里乡党都会被你感动。你是大众当中的模范啊，榜样啊。所以佛法要注重形象，形象虽然是假的，要着重。你看看佛在经上说的，菩萨成佛特别用100劫的时间，这100劫很长的时间呢，修相好，修32相80种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修门面呢，修外表啊。这个门面外表呢，这真修行人当然无所谓的，可是不信佛的人，他只看外表，只看门面，他不懂得你内容，他看到你的外表非常好，他就羡慕了，所以外表戒淫众生，现在人讲包装啊，讲广告啊，不能不重要所以我们学佛人，这个包装广告就是这个身体啊。学佛人身体不健康，
人家一看的时候，这佛不能学。啊，看到你一提是面黄肌瘦，不能吃素啊！你吃素吃成这个样子，啊，没有营养啊！如果你素食吃的时候，吃的肥肥胖胖的，身体很健康，哎呀，这吃素还是不错嘞。很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同学，我们这个外表要注重。啊，这个外表就是戒淫众生的工具。啊，想一想，为什么佛这个菩萨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？啊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了戒淫众生呐。啊，相好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福报来的。啊，要戒淫众生，不能不修福。啊，修福绝对不是为自己享受，啊，是为了戒淫众生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